欢迎来到西洋艺术奇幻之旅，我是主持人夏佳璐。还记得上一次我们到热情南加州看到的经典建筑吗？而在今天我们要用听的要来聊聊音乐。刚才那段大家听了会不会觉得好熟悉啊？其实有很多现代流行乐的灵感都是从古典乐来的，像刚才那个一听有没有让你立刻想到 Blackpink Shutdown 里头那段小提琴，还有像是 Red Velvet 他们在2022年回归时候的新曲 Feel My Rhythm， 在一开头其实就是一段古典乐，所以啊，其实古典乐离我们很近呢。今天啊，我们就要来介绍在音乐史上最神奇的钢琴曲，是俄国作曲家穆索斯基的作品《展览会之画》。这个组曲的灵感呢，是来自于他的好友画家维克托·哈特曼在去世之后举办的一个纪念展览。在这场展览当中呢，展出了维克托·哈特曼的400多件画作跟图像。组曲里头一共包含了10幅画作的音乐描写。每一幅画作呢，都对应了一个乐章。穆索斯基通过音乐的方式，试图再现画作里头的情感跟意象。他运用了丰富的和声、节奏，还有音色变化，创造出色彩缤纷、富有戏剧性的音乐景观。每个乐章呢，对应了一幅画，尤其有这个开头，可以说是音乐史上的神来一笔。刚才所听到的呢，是一个叫做漫步的音乐作品，单纯而有力的节奏，是使用俄罗斯调性的旋律，甚至呢就穿插在组曲当中，所以就像是带领听众，好像我们漫步在画展，观赏一幅幅画作的样子。一起来听听知名的音乐 YouTuber 海妞，他同时也是钢琴家，他是这么解析的。第一，它的节奏虽然平稳，但是却不规则。你能够说出这个旋律是几拍子的旋律吗？三拍吗？还是四拍吗？很难算出它的拍子，对不对？因为它并不是我们平常熟悉的那种三拍或四拍的音乐，而是一个前半段5拍，后半段6拍的音乐。一、二、三、四、五。一、二、三、四、五。六，你看看这什么东西啊，每个小节的拍子数居然不一样，怎么会有这么不规则的步伐呢？它这个漫步的过程的这个旋律听起来像是先一个单旋律，然后这个单旋律过完之后，再接到说像是一整个乐团所有的声部都加入，再把这一句话重复一次，那就看起来像是一个人问出了一个问题之后，那后面整个乐团对这个问题给他一个解答，或者是又抛出了另外一个问题，这样子的两方在对话的感觉。而这种两方在对话的感觉最后会变成什么样的效果呢？就是它变成是穆索斯基他这个作曲家跟他的朋友这位画家哈特曼之间的对话。因为到这首曲子后面的时候，有一幅画叫做墓穴，然后这个墓穴里面你可以看到一个，就是一个在地底下的墓穴，然后中间有几个人影，那这个几个人影里面其中一个人就是那位画家哈特曼本身，他把自己画进了这幅画里面。然后穆索斯基看到这幅画的时候，然后刚好因为那时候他的这个画家已经过世了嘛，然后他又出现在这个墓穴的这个画里面，他就仿佛觉得自己好像很思念这位朋友，然后想要跟已经到了另外一个世界的他对话，所以这个原本漫步的旋律的这个对话就被融入到这幅画里面去，就是它不再只是这个漫步不再只是出现在画以外，而是出现在这个画里面。然后又是因为我们刚刚讲到它是一个对话的形式，所以你就听到，首先是一个很低沉的这个漫步的旋律，哒哒滴哒哒滴滴哒哒，然后接下来这个漫步的旋律又跑到高音去，哒哒滴哒滴哒哒哒，就是一个在很低音，一个在很高音，这就像什么？这像是一个人在地下的世界，一个人在人间，然后这
两个距离很远的世界，他们在互相对话，好像是墨索斯基他在对他的朋友表达他对他的思念这样子的感觉。我们在刚才呢听到了墨索斯基他的创作理念跟他的心境，而接下来另外一位也是台湾非常有名的杰出音乐家廖培均老师，他在2022年的钢琴演奏会当中呢也演出了《展览会之画》这个作品，我们一起来听听看他怎么说。他就是每一个曲子上面他都有标题，那我觉得小朋友在听的时候，你们可以就是先去看这个标题，然后想，然后去聆听这个音乐的时候，看可不可以激发他们的幻想。现在我要弹的呢是雏鸡之舞，那我们可以听到呢，好像这个小鸡的声音，然后好像在舞台上面这样跳跃的感觉。我现在要弹的是牛车，牛车呢，我们可以听到好像这个。车轮的这种运转，它好像是很老的这种牛车，然后在这种沙石地上面这种叽呱叽呱的声音，然后牛车都是背负着很重的货物嘛，所以我们可以在这个音乐里面听到这种很沉重很辛苦往前的这种感觉。就是看他们的想象力可不可以跟这个标题连接起来，或是说在这个标题的这种引导下面，他们还可以产生什么样的一个故事。我们在今天不但欣赏到了墨索斯基的创作天赋，同时呢也感受到透过音乐来表达画作所带来的丰富情感跟故事。音乐其实在我们生活当中真的扮演很重要的力量，我们可以跟音乐独处，我们喜怒哀乐呢都可以有音乐的相伴，或者有时候我们透过音乐的分享去交朋友产生共鸣，甚至有可能你会开始有兴趣自己作曲自己编曲开始演奏乐器，而这些经典呢都会是我们的音乐欣赏路上的最佳伙伴。我是夏佳璐，感谢你今天收看，我们下次见。